谢谢你们把我养到这么大，今天我要结婚了啊！你们可以放心的把我交给义硕，因为他是一个很可靠的男生。啊，然后什么口罩拢白点的，然后啊，恁都大家里也是尊润的，因为我就今仔在已经交互你安尼，哦，你们自己在家里也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身体，谢谢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 Since day